夏天到了，好热哦！哇，好想吃冰哦！哎，苹果姐姐，我们去吃冰好不好？啊，香蕉哥哥，一大早吃冰对肠胃不好哦，而且你看，现在都是悠悠早点名的时间啦。啊，哎，对，赶快，我们赶快去陪小朋友跳舞啦！哎，拜拜。床怎么不是可爱的抖地？妈咪对不起，是我太调皮，我把零食藏在背背里。我被蚂蚁搬到窝里去，小蚂蚁真有趣，脸上总是笑嘻嘻，彼此团结在一起。小蚂蚁请努力发挥神奇的力气，不好意思把我送回去。
薇姐姐，有新朋友要来找我们啦！真的吗？是谁啊？好期待哦！大家好，我是 Angel 姐姐。大家好，我是 Candy 姐姐。哇，欢迎你们加入悠悠家族 ！Angel 姐姐还有 Candy 姐姐会在悠悠 ABC 频道教小朋友唱歌、说英文哦，还会跟着我们一起快乐的唱歌跳舞哦。小朋友，你准备好了吗？跟着香蕉哥哥、苹果姐姐、Angel 姐姐、Candy 姐姐一起啪啦啪啦音乐涂鸦。你刚刚啊太紧张了啦，把我的手拉得好痛哦。对不起啦，苹果姐姐，我刚才不是故意的。不过跳完舞了，我可以吃冰了吧？哎，香蕉哥哥，你要先让身体休息一下下哦。跳完舞身体热热的，马上吃冰对身体不好哦。哦，好吧，那我只好待会再去吃。哦，香蕉哥哥，你真是的耶。不过啊，下午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，不要忘记了。我知道，就是悠悠5:00，我们要陪小朋友一起跳舞哦。嗯，那小朋友，我们下午见喽。